好，我们来接着讲啊，出席户数的 CAB。第一个，大家看看呢，胸按压，胸按压啊，这个数据希望大家注意，这考试时候经常用。第一，按压的部位在胸骨下二分之一处，或者箭头以上四到五公分处，不要按压箭头啊。第二个，按压的幅度，七八版教材是不一样的啊，原来七版以前的教材是按压四到五公分，现在是至少五个公分。这改动的地方都是红颜色地方，这是七版教材跟八版教材的改动，所以大家做逆龄真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把原来的老的观念那么跟现在的观念混在一起了啊。好了，按压的频率，这个原来经常考是80到100次每分，现在按压至少是100次每分，就是按压到100次每分以上。然后胸前的扣击，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原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上来就这么给别人一拳头打一下，那个这个就是恢复他的斗心心率，其实上现在没已经证实没有用，所以说不及时提倡进行胸前扣击。并发症，这并发症大家都知道啊，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肋骨骨折，常常发生在你们的身上，男同学一般都是这样啊，劲比较大，按按砰一声按断了，都是这样。因为按按，大家注意啊，你不是按的很累的啊，你一个人工胸按压，你按五分钟以上。像这个啊，这个气温按在五分钟以上，医生觉得是满头大汗，所以按压最好是多带几个同学去。所以我一般去的时候都是来同学们一起去，一起去什么？大家什么分别的按一按，我按五分钟，流汗了，你来按吧。那么一般同学们就是什么，特别是男同学，来何老师我按汗，换你按一下，按按，他劲又大，蹦蹦，你看断了，断了之后他说何老师完了，然后两个眼睛瞪着你，完了。我告诉你，所有的人工呼吸胸按压，我告诉你，在我的印象当中三十几年没有一个按过来的，全部都死在的。你想想，外科学又不是急诊室，来了之后哪一个不是死掉的，都是晚期了之后才能按。大家永远记住，在这外科学啊，其他的科室我不管你，我在外科学大家永远记住，这是个表演赛，只追求好看不追求结果，仅此而已。都是做给家属看的，做家属儿子他的媳妇就在旁边，做给他们看的，按压按按一下，按一下就完了吗？是不是？你就是按按不慎按的肋骨骨折，你就不要动嘛，不说嘛，继续按嘛。反正那个肋骨骨折烧出来一堆灰，骨折了烧出来一堆灰，好的烧出来还是一堆灰，你怕什么呢？你还傻乎乎的跟人说断了完了，那病人的家属他的儿子也都是听到了，上来就给你两拳打死你，我告诉你。我的爸就是你按死的，你最后真的说不清楚了，医疗纠纷就出来了。一个简单的这种急救过程还搞个医疗纠纷，所以大家注意啊，注意再注意，特别是老年人，那老年人的这什么骨质疏松，你稍微用点力，我告诉你，没那么好的弹性了，就按的肋骨骨折了。万一按的肋骨骨折了，再跟大家说继续按，不做深。反正家属也不知道，给你按断了，他不学医的他都不知道也按断了，我告诉你，反正马上就进入太平间，到火葬场一烧都是一堆骨灰，你管他断不断，是不是？不追求效果，只追求动作连不连续，漂不漂亮， OK 完了啊，永远记住。所以大家在这说新手，你们说你们在实习的时候老师教点按怎么样，你不要认为呢，老师我想完过来按一下，何老师不，我是实习的，我告诉你，那完了也是完了，最后你来按怎么样？家属说你们搞几个实习的学生当然按不过来了，死了死了打死你，我告诉你。所以大家就要表示了，很对他不孝已故，你这按我按的多了，是不是？然后上来过过瘾，按一按也可以啊。好了，其他的都不多，其他的什么心脏牙齿血气胸啊，这个都不多啊，最多的就是肋骨骨折啊。好了，我们再来看开放气道，按完了再来看放气道，开放气道压个胎个话开放气道，就这个啊。假如有口鼻分泌物，给他口鼻分泌物拿出来。开放气道好了，再进行什么口对口人工呼吸。口对口人工呼吸在临床做过没有？没有做过。我告诉你，我当了三十几年外科医生，只做过一次，在重庆以后再也不做了。除非是你的女朋友啊，人工呼吸做停了，你可以做一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其他的都不会做。所以说我实习的同学，实习的时候就是跟你们这次一样嘛，在那个内科学被那个老师抓到，就是搞人工呼吸。啊，个人工呼吸是个有精神中毒的，大家知道有精神中毒的是个什么？分泌物很多，呼呼，都是热大巴的是吧？分泌物。然后，就是我们年级的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啊，二年级的，
二年级的那个她跟她男朋友吵了架，八十年代嘛，吵了架，那个男朋友说跟你拜拜，那个女同学想不就是嘛，想思来想去啊，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怎么最后就到那个农民老大妈那里买了一瓶敌敌畏，拿到去畅饮，喝下去了之后怎么这个人没抢救过来就死了，死之前叫我给他搞人工呼吸，最后我说我不搞，我们那个主任你不搞你给我滚蛋，假如现在我肯定滚了是不是，当时你不能滚，为什么当时你滚，我告诉你就没有学会证就不包分配，你给我当农民，说那个年代跟你们这个年代不一样啊，这个年代反正大家都不包分配，都滚滚滚了算了，我自己这滚到哪里，滚到美国去，说不定找个工作还比你好是不是，当时啊八十年代都是包分配，所以说没办法硬着头皮搞口头口人工呼吸，最后三天三夜吃不下去饭，我告诉你想起来都是什么大三位有精神中毒这么大的泡泡，然后我们班的同学都在开玩笑，我们想人工呼吸也想不到了，长得那么漂亮个美眉，我在以后啊就是喊你去搞，都是这样啊，所以口头口人工呼吸你看凶啊呀，很多口头口人工呼吸没哪个做过，没人做过，所以说都是表演赛，所以没哪个做过，为什么呢，就按一下按一下，按照他的家属说可以了没有，他的家属不知可否，你再按个五六分钟，哎，算了，这心电头都要直线了，按不过来了，按死了就完了，一般的啊大多是按个四五分钟怎么样啊，他的媳妇就跟你说医生谢谢你终于死了嘛，是不是一般都是儿子就是什么要抢救，媳妇都说谢谢你谢谢你，哎呀真感谢你啊，终于死了啊，谢谢谢谢，你应该早点按啊，早点死，都是这样，好，这是跟大家开玩笑啊，帮助大家这是记忆啊，大家注意了，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那么跟胸按按压的比例大约是30:1，什么意思，按30下吹两口气，这叫30:2啊，30:2就按30下吹两口气，一般都2分钟，然后啊啊、然后每分钟口对口吹气的频率大约是8到10次啊，这就是这个两个数据，希望大家记住啊，好了，这几个数据在原来经常考，希望大家引起注意，你看看2000年考的这个试题，承认心肺复苏之后心脏按压的频率是多少，80到100次每分，现在八班接着改了，改到多少，100次每分以上啊，好，大家再来看啊，2007年这个试题下来关于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操作哪项不正确，吹气的频率不少于20次每分，对不对，不对，8到12次啊，所以这几个数据它经常考你，那么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后期处理，假如到现场急救没有死，到了急诊室来了怎么办，就干这些事，第一个呼吸道管理，因为90%病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根据梗阻，所以来了之后那么到进入急诊室吧，那就很好了啊，为什么，搞个气管插管了，搞个气管切开了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啊比好办，第二个就是用简易呼吸机，简易呼吸机就是大家说的捏皮球，为什么，你不要你口对口人工呼吸的，就捏皮球来了之后怎么一个气管插管之后然后搞个皮球你捏来去，这样你就不会累啊，第三个就是药物治疗，大家注意了，这是个心肺复苏的输出的首选的药物治疗是什么，肾上腺素啊，也就是你的呼三年心三年心三年里面比用那个药，肾上腺素在它首选药物啊，好，第四个就是监测这种仪器设备，大家看看是不是就这种什么都有了啊，心率啦心电图啦呼吸频率啦血压啦都有了啊，这都是全自动的，所以现在的人比较轻松啊，都有这种监测设备，其实到卫生院去也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灰点来得好，灰点的时候每个卫生院都配了救护车，每个卫生院都配了这什么仪器设备，平时打报告上去没人批你，没人有钱啊，所以我总是站在我们的医生角度说，我说从医疗市场角度说，医务人员的角度说，我包括他每年来非典，只有非典的时候你医务人员才是什么白衣天使，天天跟你唱战歌，没人跟你什么拿刀杀你，非典一过那医务人员都是白羊狼，披着羊皮的狼，你是披着白大褂的狼，是不是，所以啊是吧，都受尽凌辱啊，这是我们医务人员的啊地位就是这样，所以他每年来两次非典，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会治，绝对好。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电除颤，电除颤是终止室颤，室颤是心跳骤停之前的啊一站，那么室颤的最有效的方法就电除颤，电除颤大家注意了啊，第一次除颤那么是它的电量是小于等于200个焦耳，第一次除颤假如是不成功那么就是5个周期的
CPR 也就五个周期心肺复苏，每个周期大约是两分钟啊。每什么叫一个周期？就是按三四下吹两口气，这叫一个周期。这样重复五次，大约是两分钟。两分钟，这两分钟干什么？你比如第一次电触杖电击一下没过来，那么第二次再有200的300加二，第三次360个加二，三次不成功等着死，都是这样啊。这个数据你们没考到过啊？双向波的电触杖是150到200个加二，单向波的电触杖是360个这个加二，这内科学数据，内科学数据跟外科学数据不一样。那么这个数据你们没考到过啊？这个职业一直考了 N 多次，总在考这几个数据。所以假如他今天考到也考你们考这个数据，大家什么也会答啊。那么这两第一次除颤的这个不行，那么隔两分钟再第二次除颤，那这两分钟干什么用是吧？继续做心肺复苏。第二个作用干什么？充电，刚刚充电两分钟好，在这两分钟继续看。所以第二次第三次之间也有两分钟间隙就干这个事啊。三次一般不行，那就敌机过不来了，都是这样啊。不过现在的这个心肺除颤仪都做的又小又自动化，全自动化，不跟我们当时不一样。80年代的那个除颤仪，我的天哪，像这个桌子这么大，要搞两个同学抬来，推还推的什么？推的什么？要力，每次只要有急救病人来，去把除颤仪搞来。哎呀，那个大家伙真很大。现在除颤仪都住在像口袋一样的啊，比我们手机大一点点啊，那种。你看我们那些什么地震呐、灾区啊、医院带去的等急救设备都是这样，都10万块以上的啊，现在基本上都全自动，智能到什么程度？智能到你只要把它的几个电机固定到，然后它自动除颤，判断了有没有实颤，然后要电机，还有语音提示，它会提示你现在要开始电机了，请大家离开，就是不要什么跟那个病人接触。你跟那个病人接触怎么样？一电机一放电，你的好的心脏放在什么实颤了？所以他都要你离开，离开之后啊，他就自己智慧自动指示复颤失败，是否还需要继续？你点个继续。好，他有两分钟之后再次除颤。所以现在都基本上啊，仪器设备都做的是什么很先进，也比原来什么便宜多了啊。现在什么10万块钱左右的自动除颤仪都是吧，很好了，又做的小，可以随身携带啊，不像原来的啊。所以基本上现在这种除颤仪啊，很多科室都有，自己科室啊。那么急症很多的这种科室啊，你们麻醉室了，你们外科的急救室的 ICU 了，手术室的这种科室都有这种什么除颤仪，一个医院有 N 多个。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开胸心脏按压，就是当你体外胸脏按压，就是我们这种急救没有把它救过来的时候，你就开胸心脏按压。那么这种东西只是理论上存在，实际中没人哪个做。你想想，你按了什么十几分钟，这个病人心脏都没按过来，来吧，我给你开胸心脏按压，搞到手术室里去，我估计死到电梯里面的，是不是？你说什么不好玩，你要拿到他心脏玩一玩，是不是？所以这种开胸心脏按压是在什么时候，是个什么时候有效？哎，心脏手术突然出停了，你拿着玩一玩可以。大家注意啊，玩的这个频率考过一次啊，60到80次每分。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机制，记住了啊。开胸心脏按压，按压的频率只有60到80次每分，但是胸外按压呢是大于100次每分。所以这个频率，这两个数据经常考嘛，大家什么记住就行了啊。这种开胸心脏按压在临床上很少用。好了，我们再来看92年这个试题，大家看啊，心肺复苏这是个后期处理，大家打个括号，院内处理什么意思？现场急救没有死掉，到了我们院内急救诊科的来了，他下来处理，不管我哪一项。像这种题目，你让我复习时候没有复习到。那么你自己想一想都知道嘛，你看看这个病人心肺复苏，现场没有死，到底急救时代不报告哪一项？肯定是大一嘛，你一记对病患的创伤或病变进行外科处理。你说病人有个腿伤有个裂伤，来吧，给你心脏活搞得好好的，但是心脏触停了，你不去管他的心脏，不去心肺复苏，你说来给你红心脏活，那我估计你就是个死前整容，那叫什么急救了，是不是？所以像这人一想，你自己都快把这个答案推测过来，是不是？你就是没看书也给把这个题做对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常见器官功能衰竭的治疗原则。常见器官功能衰竭原则主要掌握两个，一个是急性室衰竭，第二个是急性肝衰竭。急性室衰竭我们在内科学急性室衰竭上都是跟大家讲啊，这里不跟大家讲。那么这里只跟大家讲急性室衰竭的治疗啊。
这是去年刚刚换的新大纲，原来的啊，既要你掌握急性肝衰竭的什么病因啊、临床表现啊这些东西，现在只要求大家掌握治疗啊，完了救治一点点治疗，就肾衰竭这个病人要进行什么治疗？第一个一般的治疗，一般的治疗一般不会考虑啊，就是肝功能不好的什么治疗。第二个肝心脑病治疗，啊，前两点牛粪拖，应用牛粪拖拿，应用过度换气，这是一个什么？七板教授的观点，八板教授给大家两个都干掉了啊。用牛粪拖拿，用过度换气都干掉了，所以说你七年你们是七版以前的教材。那么还有这种观点，他说持续性急性肝衰竭出现肝心脑病是治疗不宜选用的治疗是哪一个？有答案 A 牛粪拖拿，答案 B 过度换气。现在八版教材已经干掉了啊。好啊，第三项脱水，脱水假如你脑水肿的时候可以用甘硫醇。第四个就是低体温，低温低温那么使脑组织耗氧量降低，使他的脑血量增加，降低到什么34度到40度。大家注意啊，在七版以前的教材这个数据是32到33度，所以原来的答案你看 C 是正确的。这哪个不正确？腹膜透析答案 D 不正确。所以啊，大家注意了，这些教材的改变不是我这个讲义改变的啊，是因为教材的改变，所以说把这个地方变过来了啊，以跟八版教材相符。好，最后就是有支持感染病肝炎引起的肝心脑病可以用激素，当然在临床上支持免疫性肝炎比较少见，所以你用激素也比较少。好了，再接肝移植，对急性肝衰竭的病人，那么真没办法了，就接肝移植，但是存在供体缺乏，所以说效果也不是那么好。人工肝，当你有急性肝衰竭，在等待肾移植这段时间，等供体这段时间怎么办？用人工肝来支持。人工肝研究比较好的就是浙江医大的啊，就是这原来浙医大专门他们那个传染病学啊，就是我们那个人主编的，他还是院士，就是因为长期致力于人工肝的研究，肝衰竭之前的啊的这种在肝移植肝衰竭之前的这种过渡期要用的这种人工肝。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治疗和微手术器处理。疼痛的治疗截至目前为止啊，截至目前为止那么就只考虑唯一的一个试题，就是癌症的三阶级的治疗，整个这个章节从90年考到现在，考27年就考了这个试题，就99年考这个试题，癌症三阶级治疗。癌症三阶级治疗首先用的药物就阿司匹林，会阿片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减热镇痛剂，然后假如不行就用弱阿片类的药物可待因，再不行止不住就用强阿片类的药物吗啡。所以就这是这三阶梯，这叫癌症的三阶梯治疗。所以他99年专门考了个试题，他说关于癌症三阶梯治疗哪一项不正确，痛死葛药，这句话不正确应该按死葛药定死葛药，就说你一天给他三次药，那么就只是三次，你不能说病人痛死葛药，他今天也喊痛，来吧来一支吗啡，明天也痛来一支吗啡，一天不跟他打50支吗啡啊。有没有呢？有啊，你看我们一个我见到个最多的吗啡成瘾的，那么就是因为癌症晚期嘛，之后打吗啡成瘾，打吗啡成瘾，他最用的最多的时候我记得这50支，一天50支，你说他不会呼吸移植吗？成瘾了那也瘦了还移植什么呢？所以大家注意啊，对这种用可待因用吗啡的这种有瘾的这种什么镇痛剂怎么样，一定是绝对的晚期，你看他活不得很长时间了，反正一看活不得一个月了，活就是个几天了，那么是行，跟他用的就是什么吗啡呀、杜能林呐、成瘾到最后也用不得几支了，你不然的话，这种癌症的病人他痛，没有到晚期还给我活3年，你给他打了什么吗啡成瘾了，他天天找你要吗啡，我告诉你，找你要吗啡，你又不跟他开，他就拿刀杀了你，我告诉你，他反正我要死了啊，你就癌症。我杀了你，你跟什么病人都可以扯皮，千万不要跟这种病人扯皮啊！这种病人对吗啡啊什么都能成瘾的这种病人，他有没有理智啊？没有理智，连人格都没有了，还有理智？你跟他扯什么了？所以大家什么在临床偶尔会碰到这种毒药麻药成瘾的啊，偶尔会碰到，不要跟这种病人发生纠纷啊！他要一支杜能丁，你跟他开一支，赶快让他滚蛋。你不要说我不给你开，我就是不给你开，我告诉你他反正是活不了的，他要你同归于尽，你的小命比他要珍贵啊！好了，我们再来看术前处理。术前处理第一个手术大家注意啊，分为三类，包括急诊手术、限期手术、择期手术。什么意思？急诊手术就是一定要今天开的，今天一定要早期开的，不早期开这人要救命，不知救命怎么样要死掉的。
那么这叫急诊手术。你比如皮肤破裂，你比如肝破裂，你比如大出血，那么不做手术马上就死掉的，这叫急诊手术。还有一个是什么？折气手术。什么？今天开也可以，今年开也可以，下个月开也行，这个月开也行，那么这叫做折气手术。你比如呼吸上没有刊登的，反正你就放在这儿，明天开也行，今天开也行，这就折气手术。那么你回去跟病人商量，跟病人叫病人家属商量，选个良辰吉日我来给你做手术，那么这叫折气手术。还有一种是吧，叫限期手术。限期手术这样，今天开也行，下个星期开也行，但是争取要早点开。你比如说癌症，胃癌，甲状腺癌，一个癌长到这上面，是的，今天开也行，下个星期开也行，但是怎么样，一定要早点开。你不早点开，不长在你的身上，长在他的身上。我告诉你，所以很多医生就说限期手术行，我今天开也行，明天开也行，天天给你做术前准备。为什么？因为你没给我表示，我就天天让你术前准备。哪一天准备到了啊，行了，你可以开了，明天给你开手术吧，都是这样啊。这跟大家开玩笑啊。好了，大家来看98年这个试题，是与折气手术实际限期手术，大家一个来看。第一，答案 A。刊登上的手术必须要什么？马上开，这是急诊手术。胃癌的手术呢？折气手术。甲状腺腺瘤的手术呢？今天开也行，明天开也行，明天开也行，这是什么？折气手术。单底皮破裂，急诊手术。单一十二张窗口，急诊手术。所以像这种东西，大家只要理解这个真正含义，像这种题目啊，很简单。第二个，大家注意，术前准备包括什么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心理准备，一个方面是生理准备。我们先看看心理准备。每个病人对医外科医生来说，他无所谓，他一天就干这个事，他听到哪个开刀无所谓了，开刀就开吗？为什么？他做的就是这个事，他哪一天不开刀，他就哪一天手痒，还想开，是不是？特别是年轻的外科医生都想开刀，一旦干了几十年啊，干得老了，你还想不想开啊？不想开了。值班啊，一般的年轻医生来，我们今天给这个病人搞掉。年资比较高的医生不搞，明天搞吧。为什么？我晚上休息一会儿不行吗？你跟你讲，今天晚上搞，除非今天晚上不做要死人的才可以做，其他的要做什么呢？说可做可不做，他尽量不做啊。所以对病人来说不是这样，他一生说不定就开了一次小的阑尾炎。对你来说是小手术，对他来说呢，吓得个要命，说他的恐惧感、紧张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这是个要给大家什么安慰，安慰一下啊。第二个是适应训练，我刚才说了，折气手术的术前两周禁烟，然后有咳嗽的 COPD 的要把它治好，甚至在床上练习大小便。好，预防感染，大家注意了啊，现在一般的这种什么非一类手术都是严禁用抗生素，可以，但是可以用什么术前运用感染，可他给他一次药。一般都这样，手术开始之前的0.5小时到2小时，或手术麻醉开始之后，直接用一次药，行了，就这样。输回来之后再不用了。当然，你的手术时间假如超过3个小时，或者失血量大于1500毫升，可以在术中第二次用第二次剂量，但是大家注意，绝对不要超过第二天24个小时。这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应用的一类手术抗生素使用原则。假如你超过了这个范围，怎么样？要特批，否则的话你药品比例高了，你抗生素应用的比例高了，那么他会给你扣奖金。你扣奖金我不发呀，我告诉你扣得很厉害的啊。很多人说扣你1%的奖金，扣你2%的奖金，我告诉你他扣的是总数啊。所以有些人当然不注意，最后一扣奖金扣了几十万，怎么人人都骂死他，他又不注意嘛。因为扣奖金那是什么，你这个抗生素每年的应用的指针啊，升高1%，他扣你1%的奖金。你假如这个月不小心啊，10个病人你超了2个，20%，一扣20%，你20%不多呀，他不是扣一个人啊，扣你全科室。你看我们全科室4个普外科，现在6个普外科了，他一拿奖金，每个月什么搞个70-80万拿来，扣你20%，多不多？多，一扣了怎么20-30万去了？你真是，别人20-30万就是因为你多用几次药抗生素跟别人拿了，你医生们还有一些灰色收入，收入还高，小护士就等着来了养家糊口的。我告诉你，你跟别人给奖金 一,
一少拿几千块钱，别人不打死你，我告诉你，他打不赢你，叫他的老公都来打死你，我告诉你。所以啊，提醒大家注意，一般的啊，医院对这个东西管得很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为什么？国家控制的比较紧。好了，第二个是特殊准备，这个特殊准备考的比较多。第一，幽门梗阻，这考的比较多了。你比如说，位于下踝溃疡、幽门梗阻的这种病人，那么第一，进食禁饮，术前八到十二小时进食，四小时禁饮，其用意就是干什么？让他在术中不吐呕吐，不发生窒息死亡。那么术前一到两天以及留置饮食，在术前的时候对幽门梗阻的病人要常规用于胃肠碾压，并且要用什么温盐水洗胃。大家注意啊，这个温盐水这里只是提了个温盐水，是高升是等升还是低升，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没讲。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因为去年职业医师专门考了这个东西，他说幽门梗阻的病人术前准备用什么东西洗胃？答案 A 是生理盐水，低升盐水，又是什么高升盐水？很多同学完了完了，我只记得一个盐水洗胃，究竟是温热的还是冷的，还是高升是低升？我告诉你在哪个地方讲，在消化性溃疡不是一个幽门梗阻的那个章节吗？是不是那个章节专门讲了是高升盐水？我们在临床用的高升盐水多少？3%到5%，3%到5%啊。所以这里是高升盐水，为什么有高升盐水？高升盐水渗透压比较高，怎么样？把在胃壁上的水分吸出来，把这个水壁肿的胃壁，搁这是什么？减轻，起这个作用。所以用的是高升温盐水啊。今天假如考到你们，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因为去年职业也是专门考了这个。你说它简单吗？就简单。你们平时没注意，估计你还不知道它哪一个。好，我们再来看16年这个试题，大家看下列关于幽门梗阻的术前准备措施中哪项不正确？答案 A 应黄普抗生素，要不要用抗生素？下列关于幽门梗阻的病人这种东西，大家注意了，没有感染，所以不需要用抗生素。答案 A 不正确，答案 B、C 你都正确。好，我们再来看结肠手术。我跟大家说过，结肠手术胃肠的手术，结肠手术比较特殊，它经常考你。它有三大准备，哪三大准备？第一个用抗生素，第二个是饮食准备，第三个灌肠。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饮食准备。术前的一到两日给予留置饮食，然后到术前的八到十二小时进食，四小时进行，以免窒息死亡。第二个抗生素，术前的两到三天进行口服抗生素。大家注意，不是静脉用，口服。为什么要用口服？因为我是在消灭肠道的细菌，结肠内的细菌最主要的两个，一个大肠杆菌，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厌氧菌。大肠杆菌用新霉素。厌氧菌呢用甲硝唑，大家注意都是口服啊。大家用的是新霉素，不是我们什么头孢啊。为什么用新霉素？因为新霉素口服之后在胃里面小肠里面不被吸收，在结肠里面它释放出来，所以主要是对于结肠手术，那么用新霉素就是这。好，用甲硝唑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它的厌氧菌比较敏感。大家注意，假如他问你哪句话错误，关于术结肠手术术前准备哪句话错误？他说静脉滴注甲硝唑，对不对？不对啊，静脉中的静脉血液循环中的浓度很高，但是在肠道的浓度不一定高，所以啊，应该是口服。好了，灌肠，大家注意，灌肠在术前一天或者手术当日要清洁灌肠，灌到什么没有粪渣子出来，然后没有大便，这样才能进行什么结肠癌的手术。所以这就是肠道准备，因此肠道准备。从前三天开始，一直一个病人结肠的术前准备至少要什么准备三天，前第三天用抗生素，第二天用饮食准备，第三天当天用清洁灌肠。好，这就他的。大家看看有没有肿瘤药物，没有肿瘤药物灌肠。所以09年专门考了这个东西，他是结肠的术前准备哪项错误的？抗肿瘤药物灌肠有没有啊？没有啊，所以答案 C 不正确。好了，我们再来看心脑血管疾病的术前准备。接着目前为止16年考过一次啊，心脑血管是术前准备这几个数据，希望大家注意。第一，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6个月之内不能做这些手术，心衰的病人1个月之内不能做这些手术，他的数量数据是3到4周，我总是背这6个月1个月。脑卒中的病人半个月，我总是背了半个月什么2周。好，这几个数据偶尔考的时候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好，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病人刚才跟大家说了，假如血压低于160/100怎么样？又没有中降血压药，不需要中降血压药，直接做手术。我们麻醉的这个是180/100啊，外科医生的术前准备是160/100，这个数据考过 N 多次，希望引起大家注意。16年又考了这个东西，大家看下列关于高血压的术前处理，那么正确的是哪一个？就是血压160的100毫米汞柱以下，不需要进行任何处理，直接做手术，就是答案是 D 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货运功能障碍。货运功能障碍啊，就是93年考过这个试题以后很少考到过。第一个停止吸烟，刚才已经跟他说了啊，折戒手术病人术前两周要停止吸烟。第二个，鼓励病人练习吸气、深呼吸，增加会通剂量。对于一些啊高危因素，哪些高危因素？在临床最常见的高危因素就是 COPD 了。COPD 是慢阻会的病人，大家注意了，那么要常规的测个什么呼吸功能检测，当他的第一秒最大呼吸量F1V1 那么小于两升，或者 F1V1 的这个预计值小于 50% 以上的预计值，那么大家注意了，这是重度肺功能不全，那么这个病人很可能怎么样啊，导致呼吸困难就会死掉。因此平整手术，也就我们折戒手术，大家注意，你假如说低于 50%， 我的临床上啊，我的观点是低于 70% 你就不要做了，更不用说低于 50%，低于 70% 以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什么中度的COPD。那么一般做了之后什么，你要用机械通气气管插管，本来就 COPD 感染的，要咳嗽，你打全麻有个气管插管，回来了再一气管插管，你想一想这种病人会不感染，重不重？重，到最后年龄又比较大，最后死了之后，最后病人家属就说你开刀开死，他绝对不会知道 COPD 急性加重是不是死的，让你下不了台。所以奉劝大家啊，低于 70% 就不要做折戒手术，让他去内科搞好了再来。低于 50% 我奉劝你绝对不要做了，除非这个病人就是你的爸就是你妈，为什么死了不够跟你扯皮嘛，所以你可以做一做，其他的你就不要做了。所以大家什么一定要注意啊。好，对 COPD 病人，假如这个病人啊哮喘的比较厉害，喘息性，那么你用支气管扩张剂啊，甚至喘息比较厉害，正在发作的时候，甚至要推迟这种手术。大家注意，对于肺功能障碍的这种病人，那么假如常常有咳嗽，对咳嗽的病人绝对不能用中枢型的镇咳剂，吗啡啊、可待因呐、啊，为什么？你用了这个怎么样？咳嗽是个保护性反射，它不能把这个肺部的这些痰液咳出来，最后导致什么后果？导致后果就是痰液拘留肺部，最后加重感染，最后他死掉。所以大家什么千万注意再注意，这就术前准备啊。好了，我们再来看肾脏疾病的术前准备，截至目前为止没考到过啊。啊，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外科医生很牛逼，他说肾功能衰竭不怕，为什么？我有肾透析，肾功能再衰竭我也不怕。其实没有肾脏，两个肾脏都没有，我有肾透析，我也可以斗过是为手术去。大家注意，不要这么牛逼，当医生你不要太么牛，牛你总会摔跤的，最后一个死了，总是什么？总是医疗纠纷就出来了。大家注意啊，这种肾功能衰竭，我很多人啊很大意，那你说肾功衰竭不要紧，透析嘛，透析再做。我告诉你，做了之后怎么往往就是什么医疗纠纷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透析太早，怎么样？没用。透析一般大家知道吧，计划手术20小时的进行，你不是明天手术今天透析，透析了之后你家今天透析，透析这个要加什么东西啊？抗凝剂，是不是？一加抗凝剂，在术中出血多不多？多。所以他就什么引流管的出来很多血都是渗血，你没办法止血的，因为他就是加的抗凝剂。好了，你说术后马上过一两天又要透析了，会导致什么后果？你们术后马上出来了，第一天你就要是透析，怎么办？你是不是加抗凝剂啊？一加抗凝剂又怎么样？又出血了，出血了这个怎么样啊？你那伤口一透析的，外面的伤口出血嘛，你还可以压迫止血，里面的伤口肚子里面胸腔的伤口出血怎么样？病人就要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进去还是不进去？所以不要太牛啊！我认为这种肾气脏功能不好的病人啊，需要透析的这种病人，你最好是折戒手术，就把它推迟。所以这有些人呢很冒险，最后死就是死在这种什么冒险的病人身上。最后怎么样呢？医疗纠纷扯得不够开交。为什么？病人一个折戒手术来的时候好好的，就是一个肾功能不好，然后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帮他做。特别是现在这个医疗行情市场啊，大家注意再注意，特别是你们参加工作之后，特别要自己独立决定手术之后，一定要细心再细心啊，不要很牛。好了，我们看糖尿病考的比较多啊。第一个，假如是饮食控制，结果也控制好的糖尿病，不需要特殊准备，直接手术就行了。第二个，口服这种降糖药的，一般的这种口服降糖药的，大家注意了啊，普通的这种口服降糖药，那么用到术前的前一晚，当天不用啊。假如长效的降糖药，那么2到3天停止。你比如说氯磺丙药，那么它的半衰期36个小时，你假如当天停了，第二天还有作用，最后说不定什么低血糖呢，第二天做手术的时候。
所以两到三天再停。普通的假如用胰岛素，当天早晨用一次之后再停掉。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这几个时间，这个时间停药的时间经常考，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熟悉康熟悉的血糖在什么程度？我们跟大家说过，麻醉的时候血糖控制在什么？ 8.3 毫摩尔以下。那么外科医生术前准备，血糖控制在 5.6 到 11.2 毫摩尔每升。因为这两个数据考过很多次，希望大家什么引起注意。第二个，尿糖一到两个加号，大家看看需要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啊？不需要啊，但是尿酮一定是阴性的，因为尿酮阳性很可能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吗？糖尿病同时三重斗。好，在术中大家注意，在术前在术中一定要什么？不是说这个病人有糖尿病就不给他葡萄糖，需要给葡萄糖的时候还是要给，但是要加胰岛素，它的比例大约是5:1，就是5颗葡萄糖加1个单位的胰岛素，叫5:1啊，给葡萄糖。大多数的糖尿病病人啊，现在一个 B 单就一种鸡蛋走到一种鸡蛋。这个病人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很多嘛，5%嘛，住院病人5%，也就是你这个病房里面大约有什么50个病人，按照这个几率，任意抓来任意统计，都有2-3个病人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现在什么很常见。正因为这样，大家都知道想到糖尿病，糖尿病一定不能用葡萄糖，一定不能用葡萄糖啊！糖尿病我一定要用什么？胰岛素啊，用了，他直接的用降糖的方式，但是他没有什么，不知道这个病人血糖的波动性，所以往往这种糖尿病的病人是吧？第一天用了什么啊、这种降糖药给他停了，第二天早晨进食，然后第二天早晨从7:30就进手术室，一直做到什么中午12:30甚至1:00出来，你看看，这将近10几个小时，病人吃过东西没有？没吃过东西，然后中间因为他是糖尿病，个个都说糖尿病的病人不能用胰岛素，最后这个病人什么打的全麻，做的手术做到12:30，把气管插管一拿，大家都知道会要什么，马上神志就要恢复嘛，病人就喊二十起床叫什么名字啊、多大年龄，就问好，他能答出来证明他的神志恢复了。往往这种糖尿病人做手术之后一看恢复过来没有啊，没有恢复过来，这个麻醉师怎么样？就怀疑完了，我这估计是麻药的量打多了，然后就在这尽量的服输了2个小时还没过来，最后我都下午来上班了，我说怎么我的病人还没回来啊？打电话问，你那个病人服输不好啊，醒不过来啊？我说什么醒不过来啊？我说那个糖尿病的病人，你们给他测测血糖啊？最后一测的血糖，这个病人血糖怎么样？2.1毫摩尔每升，低血糖昏迷，当然过不来了。没有任何人想到啊，这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啊。糖尿病的病人为什么会低血呢？为什么低血呢？波动嘛，脆性很大，比没有大的条件的，你没有我们正常人强，所以你进食10几个小时，第二天又不给他葡萄糖，又不让他吃东西，当然他说不定低血糖，低血糖分泌了之后，你就跟这个麻醉药过量怎么样混在一块了，你稍微不注意，假如脑筋总在靠这个麻醉药过量，然后不停地来服输几个小时还不过来，所以大家注意，在以后碰到什么糖尿病的病人打全麻醒不过来，首先要测什么血糖啊，看是不是血糖低血糖醒不过来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我们再来看呢96年这个试题，大家看啊。术前关于术前准备，下列哪项处理不正确？答案一项，糖尿病的病人大手术前应当等血糖控制在正常，尿糖阴性水平才能手术，这句话对不对？不对啊，就是略微升高的水平，不是正常的水平。好，继续我们看凝血功能异常，异常的术前准备，有很多病人有凝血功能异常，那么要进行什么术前准备？截至目前为止啊，还没考过大家，希望大家什么引起注意。第一个，术前10天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包括塞氯丙氯吡格雷。第二个，术前7天停用阿司匹林，这个停用药物的时间，因为我们还没考到过，西医综合没考到过，哪儿考的？这一次考的啊，总得考这几个数据，这个停药的时间，怕他考你啊。2到3天之前停用啊，这种非载体药啊。好了，我们再来看啊，血小板，大家注意啊，假如血小板小于50×10^90，那么需输注血小板血液。大家注意，这个外科学跟内科学的输血小板血液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个值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内科学在特换血小板减小的指定 ITP 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假如要输选择血小板，这个值是多少？小于20×10^90，所以大家给这两个对比的记啊，就不会记混，因为这两个值。内科学经常考你，你不要跟外科学记混了。内科学是20小于20×10^90啊，外科学呢是50×10^90，
假如血大于75×19次方，涉及大血管部位的，那么需要用输血小板。那么对于神经系统手术、中枢神经系统手术，那么必须要求满足它正常的下限。我们正常值是100×300×19次方，在满足它的正常的下限100×19次方，那么才能手术。这就凝血功能障碍的这些术前准备啊。好，我们再来看术后处理。术后处理第一个引流管啊，引流管经常考，希望大家引起注意。第一个，这个引流管的时间拔出时间考了 N 多次，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乳胶片引流大约是术后的1到2天，拔出严爵引流3天啊，气管引流14天。胃肠的检验，那么肠功能恢复排气，也就是肛门排气打屁之后，那么表示肛门排气正常，那么这是个拔管啊。这几个受精都考过，尤其气管考过3次啊。其他的两个都涉及到过，考过1次，所以希望大家什么这几个数据，希望大家什么引起注意。那么外科引流的目的，11年专门考了外科引流目的，这是个超纲的东西啊，你们的书上是没有的，在皇家是外科学专门有这个什么外科引流的主要目的，包括胆 A 引流的渗血渗液，假如在腹腔之中渗血渗液比较多的，可以放置引流管。胆 B 引流脓液，你们的脓腔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进行脓肿切排之后，常规的要放置引流。胆底治疗吻合口漏，这个病人有胃肠吻合口漏，大量的肠内容物渗出来，这个是个是要什么用放置引流管。那么预防吻合口漏，大家注意，吻合漏滑不滑生跟你放不放置引流管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它要发生照样发生，所以跟预防没有什么关系，这跟治疗有关系。所以这个题出的很隐蔽啊，所以又是 X 型题，很容易打错，并且又是超纲的，你书上又没有的，所以像这种题你说你达不到情有可原啊。书上有的或者经常考到的，你应该怎么把那些分数拿到。好了，我们再来看饮食管理啊。肺腹部手术，假如这个病人做的手术是肺腹部手术，那么小手术的进食之后，那么直接可以吃东西，大手术的2到4天之后吃东西，局麻手术的没有不吃回来就可以吃东西，椎管的麻醉的大家注意啊，一定等到清醒之后再吃东西，不清醒的时候吃东西很可能呕吐，呕吐之后导致什么窒息死掉啊。腹部手术，那么对饮食控制就比较严，尤其是腹部外科。那么整个胃肠的手术的1到2周，胃肠的功能完全没有恢复，这是个是严禁进食，不要吃东西。3到4周之后，假如肛门排气之后，那么这是个可以进流质饮食。什么流质饮食？就汤汤水水的，老百姓说大白话说的就汤。5到6天进半流质饮食，就汤里面加几根米。很稀的稀饭，用北方话说了就是这样啊。7到9日之后普通饮食，就跟我们吃人吃的一样，所以要恢复正常饮食至少1个星期之后，这就是我们说的腹部手术啊，整个胃肠的手术要求比较严啊。好了，当然你记不到这种这几个概念，这个时间你记不住，像这种题目的就是考虑个饮食管理，那么你就把它倒推一下嘛，倒推一下你就没看这种题目，你举几个反例，自己也可以把它答出来啊！大家看看，下列关于术后的饮食管理错误的是哪一项？单笔，你看看，回腹部腰麻或阴毛外下的手术，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指头的手术，对，手指头，你看拔个甲，然后术后2到3天开始进食，对不对？肯定不对嘛，回来就可以进食嘛，是不是？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在考试时候，你说何老师，我记不得这个数据怎么办呢？就按照我这个方法举一个反例，能够反证的，那他肯定错误的，就完了。所以像这种题目，对解答内外科这种试题，具有逻辑性、推理很强，跟临床结合也比较紧密的这种试题啊，有很大的好处。希望大家灵活利用这种知识点啊。好了，我们看术后的体位，术后的体位经常考，希望大家注意啊，这些医师也考，你们也考，经常大家注意。第一个，全麻未清醒。打了全麻的平卧，头车厢一侧，为什么？怕他呕吐引起他窒息，所以要侧卧。第二个，椎软膜下腔麻醉的，因为你把这个麻药打在什么椎软膜下腔脑脊，所以这个回来之后要去整平卧，怎么样？怕他低压性头痛，我们刚才讲的。但是假如这个病人是连续阴膜外麻醉，要不要去整平卧？不需要啊，就不需要去诊平卧6小时换卧位，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做不止不这样做，这样做基本上那些连续用脉滑坠的，大家开医嘱都要开去诊平卧6小时换卧位。其实上这种病人按照正确的观点来说，要不要？不要。当然你不这样开，主任又骂你，为什么？这个病人你不去诊平卧，回来之后这样干换卧位，难道病人不会头痛吗？
为什么？他是个外科医生，他也不知道麻醉，所以只有去我们下腔腰麻之后回来，要确诊平卧，六小时半卧位啊。我们普通的这种连续运动完麻醉不是不要的，当然呢，你考试这个可以不要啊。当医生的时候，那个主任要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主任要你杀头你就跟他杀头就完了。为什么？尤其是你们这种小年轻，一分去就跟主任对着干，绝对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中国人他喜欢整人，到哪儿都是这样，越人多的地方就越容易什么，哎呀，整来整去，天天就斗来斗去，窝里斗，哎呀，斗争的很激烈啊，阶级都是很复杂。那么人际关系就跟你们斗书的这个人际关系完全不一样。斗书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啊？很简单，大家都是个学生，没有你斗我，我斗你，这种利益关系一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三个人的地方就有三派，有四个人的地方我告诉你分成什么三四派啊，斗得死去活来。所以每个院都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我混到个县医院，80年代那时候人际关系相当没现在复杂啊，四个医生三派，然后那两个斗来死去活来的时候，那个就拉着我，小贺你跟着我斗他，小贺你跟着我啊斗他。我说哪个都不占，我说跟着你们学手艺，你要哪个带我做手术啊，练练手艺没有问题 OK， 我不参与你们斗争。最后怎么样啊？两个都斗你，你就是单独的派。我告诉你，我最后我这个人又不喜欢斗，我说你们斗啊斗啊，我考研究生走啊，我斗不赢你们，我不斗，行了吗？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啊。一来到这里，我说这里肯定不斗了，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谁知道什么斗得更厉害？我的天哪，三派，两个老板啊，两个老板，你不买我的账，我不买你的账，两这边老板跟那边老板话都不讲的，最后一直斗到什么程度？斗到了火葬场里去了，开追悼会。最后这个斗了一生的话都不讲的，最后还参加我老板的追悼会去。我说你来参加干什么呀？我的天哪，你斗了一生啊、哦，你斗赢了，为什么？你死在他的后面，是不是？所以啊，都是这样啊，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是这样啊。因为为什么？这是中国特色啊，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我总认为我是要斗到外面去斗嘛，斗这些人干什么呢？所以大家注意了啊，从你们考研究生考上开始就要注意了，从报名开始就要注意。有很多同学喜欢报什么？报院长的研究生，报科室主任的研究生。我告诉你，你要报这个院长，主要是今年刚刚当院长的；你要报这个主任，刚刚当主任的；你要报大概什么59岁当院长的，完了，你刚刚预计读了一年，这个院长就下来了，一下来怎么样啊？得罪了一大批人，我告诉你，他整不到你的老板就整你，整死你！我告诉你，我就是这种牺牲品，这个大家经验教给大家。我那时候报研究生，我说哪个老板有名，全部都有名，就报他的。最后怎么样？谁知道？为什么？他年龄很大吗？你刚刚一读研究生，他退休了，没人保护你了，没人保护你了。他斗了一生什么？就斗你，斗死你！我告诉你。所以大家报研究生啊，这中国这个实力啊，哪儿都有斗争的，阶级斗争很复杂，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啊，报了院长的，刚刚当院长的；报了主任的，刚刚不要退休的啊，那是主任的。你不然五十岁行，他还当10年的啊，不反正怎么说，还当10年的主任。刚刚你都3年研究生 ，OK， 反正你最后都吧，我也不怕了，是不是？不然的话，你一参与进去，很难受的啊。你根本上不干不成什么事，业务上干不成什么事，你自己什么再走。好了，这个教大家一种经验啊，社会经验。因为什么？这教科书不讲的。好，我们再来看啊，楼脑手术，楼脑手术就是胁迫卧位，就是头要抬个15到34度。好，对颈胸部手术高半桌位，对腹部手术低半桌位，走，就这种的，走。颈胸部手术，你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手术高半桌位，就是给他靠的什么角度大一点，大约45度到60度。假如低半桌位呢，就这种腹部手术，就是低半桌位，就是也叫胁迫卧位。那么它的角度，这个跟床的角度大约是什么20-30度，就这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半卧位。对于脊柱手术或者臀部的手术呢，俯卧位啊，不然呢他就什么感到很痛的。好，休克的病人特殊体位，刚才已经跟他讲了啊，这就不再跟他说了。好，这种什么体位经常考，所以大家什么理解了之后就很简单。大家看食管癌的病人全麻之后，病人采取的体位，食管癌是什么？颈胸部手术开始什么高半桌位，所答案是 B。 胃大不切除术的病人那么采取什么体位？因为腹部手术采用低半桌位，答案是 C。 所以像这种题目啊，你注意了之后一般来说比较简单。好了，我们再来看腹部不适的处理，什么意思？
第一个腹部不实啊，第一个就是坐的时候这个发热，有什么腹部不实？发热，发热这是很常见的，术后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它了啊，发热。大家注意啊，不要打疼痛。我记得一个值得医师的试题啊，专门考过这个东西。但是腹部不实最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很多很多人同学喜欢打什么疼痛？为什么？是的，做了手术肯定有疼痛，的的确确，各个人都有疼痛。为什么开了一刀嘛，怎么没有疼痛啊？的的确，理论上来说应该打是吧？疼痛最常见，但是答案是不是它？不是它，为什么？因为你的教材上面，术后不适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所以只能打发热，不能打疼痛啊。好、哦，大家注意了啊，术后三天以内发热，并且不超过38度，很可能吸收热。等到3到6天之后还发热，很可能结核感染，感染是日常原因。好，第三个是恶心呕吐，那么是麻醉反应。所以病人家属出来了这个恶心呕吐，你就要跟他说了啊，这个东西没什么好处理的，让他什么偏着头侧卧，然后不让他窒息死掉，等到明天麻药全部带过去完了，他就没有恶心呕吐了。好，还有一种是恶梨啊，大家注意了，恶梨，恶梨是顽固性恶梨，是膈下感染和吻合恶漏导致原因。什么意思？你比方这个病人做了胃肠道吻合手术，有胃肠吻合，很可能就这个吻合口漏了，漏了之后胃肠道的漏出来胃用物刺激哪儿？刺激了膈肌，膈肌就不停地在这顽固的恶梨恶梨，这就是它的恶梨的原因啊。好了，大家注意看，腹胀，腹胀是咽下的空气引起，至多引起的，一般都是嘛女同胞比较多见，尤其是娇滴滴的女同胞，长得漂亮一点呢，谈了个女朋友了，女朋友来，男朋友来照料她呀，一般就是什么腹胀，都是这样。普通的阑尾炎很简单吗？开了刀5天之后还肠功能没恢复，为什么？撒娇嘛，男朋友照料她吗？照料她在撒娇吗？好痛，气力都进去了。肠功能又没恢复，没恢复就越胀越大，越胀越大压力越高，那越不用恢复。最后就到了5天6天，还是个肚子胀的什么比孕妇还大。她的男朋友就去，医生你怎么搞的呢？旁边那个阑尾炎这2-3天就下床活动了，都要出院了，你让我在跟他一天做的阑尾炎，我那个女朋友的还是这个样子。我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找你自己，就是你在这儿，他在这个什么腹胀的，你不在这儿他找好了，为什么我在这儿他就不好了？你在这儿他撒娇的对象，他当然不好了。假如你不在这儿，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男朋友赶掉，男朋友赶到他滚到外面去，没有男朋友照料他，他没人撒娇的对象，怎么样？憋着，没有撒娇的对象，他绝对不会找你医生拉的。黑医生好痛，黑医生好痛，那你这样求之不得了，是不是？所以他没有撒娇的对象，就没有去空咽下的空气，那么就没有腹胀了嘛，是不是？马上这么肛门一排气排便，腹胀就完，我就没有了。所以这种腹胀往往都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病人，并且长得比较漂亮的，也比较美美的，男朋友照料的，这种往往发生啊。其他的农村病人很少发生，就这个道理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结核的分类和愈合，和伤口的分类和愈合，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这两个不同的地方讲的。结核的分类和愈合在这个地方讲，伤口的愈合和分类在哪里讲啊？在创伤讲的，这两个地方不一样，所以这两个地方就什么经上分起来。大家在考试时候一定要火眼金睛把它分开，结构分为一类、二类、三类，清洁结构、可能污染结构、污染结构，愈合分为甲、乙、丙。那么没有不良反应的是甲，有反应但是没有化脓的，有红脂肪但是没有化脓的乙，结构已经化脓的是丙，这是结构。伤口是什么？是清洁伤口、可能跟污染伤口、污染伤口，愈合是乙期、二期、眼期。这两者完全不一样，不要把它混为一谈。我告诉你，很多不仅是同学们混为一谈，很多医生都混为一谈，包括出题的老师、出题的都混为一谈，把切口跟伤口搞在一起。切口是切口，伤口是伤口，两个是不同的。切口是消毒之后医生给你一刀，这叫切口。假如没有消毒，我医生直接给你一刀，这叫伤口。所以切口跟伤口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个消毒，一个没消毒，是不是？这大白话你就该懂了吗？说两个是不一样的，两个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就一定要给它区分开来。不仅仅你们不行了，我告诉出题者都混在一起。所以有些老师讲课，咱的病人这个病人的清洁伤口，这个病人什么甲基愈合，哎呀我的天哪，切口伤口他混为一谈了。当然你们考试就不能混为一谈了，当然呢对于出题者就更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出题者跟你们一样，他也是人呢，他也有出错的时候，出的题目都是这样。切口跟伤口不又想考你，他自己都不懂，他也考你。
好了，大家注意了，是吧？大家看这几个十八岁的妹妹啊，这个小妹妹长得很漂亮啊，但是是胆囊结石。胆囊结石是来来来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按照我们切口的分类，它应该是什么？可能污染的切口，因为胆囊嘛，胆囊结石嘛，可能污染的切口是吧？是二类。浴火呢？甲基浴火，为什么连红肿什么东西表现都没有？那不是甲基浴火，因为这是个十八岁的小妹妹。这个小妹妹来了之后，我说你这么漂亮的小妹妹，一个胆囊结石就用胆腹腔镜做吗？她不，腹腔镜做了，说身上胆弄完了，我这身就完了，我怕死。她要开腹做，开腹做，我说你有什么要求？要求就是没疤痕。我说那我都做不到，你没疤痕你要开刀，我怎么做得到呢？我说只能说疤痕小一点。但是我说对你也要求，什么要求？我说你有钱有，这男朋友在这关我屁事啊，他买台是不是？我说也不贵啊，那就给你用什么东西？用胶，就是生物胶，干什么用的？整容用的。你看脸上啊，这上面你要整容的，为了防止疤痕，就不用线缝了，用线缝是吧？疤痕很大，就用生物胶没有反应的，也胶，但是那个东西也比较贵啊，一般就是180-200啊。一只很小啊，迷你型的，很一点点，所以像这个伤口，我跟他粘了三只，将近600块。最后我跟他什么，六天之后给他纱布一揭，我说满不满意？他满意。别个像蜈蚣一样的了，伤口疤痕很大嘛，我的这多漂亮！我说是的，完美啊，甲基浴火。我说你可以穿比基尼，还不知道别人看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叫做嘛，甲基浴火，没有什么东西。假如有红肿，没有化脓，那是乙级啊。假如有化脓，是丙级。好了，大家看看右边的这个，这一看看了，这不要说的，这是什么？这肯定什么感染之后才眼睛红红的，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这个病人这是个重症胰腺炎的啊，跟他开了很多次刀，大家看看这刀痕无数，开了 N 多次，肚皮上面到处都是千疮百孔的啊。就是这个的病人感染之后，这个换药的肉药都是很新鲜，之后再给他什么缝起来，叫做什么延期缝合。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伤口和切口一定要区分开的啊。好了，我不是说了，你们不容易区分吗？连出体者都不容易区分，你看是不是出体者不容易区分？你看他跟你说在这2012年考的这个试题，他说下列属于清洁伤口的事，马上有答案 A， 甲状腺的切口，胆底未手术大部切除的切口，是不是把切口跟伤口不分了？是不是？所以不仅仅你们不分，连出题者都不分，他又想考你，这种人我认为他太不知廉耻啊！他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你考别人干什么？是不是？所以切口是切口，伤口是伤口啊！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什么？假如这是切口，就应该什么？属于清洁切口的事。甲状腺的切口没有污染的，那么答 A。胃大部的切除术很可能有胃液，你们很可能有细菌，那是二类，那么就给它区分开了。好，答案 B、答案 C 都是什么伤口，肯定把它首先排除掉到外。所以这种题目啊，就是出题者啊自己都不懂，也就是他自己没注意这个区别。好了，我们再来看术后的主要并发症。第一，术后主要并发症，输血出血，这是外科医生的禁忌，也就是一般跟你的手术水平有关系。术中没有严格止血，回来了之后结扎线脱落之后再出血。第二个是发热，这是术后最常见的症状啊，发热也是术后最常见的症状，也是术后最常见的不适发热。肺膨胀不全，常常见于 COPD 的病人，回来了之后会膨胀不全，导致肺炎。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会脂肪栓塞。会脂肪栓塞大家都知道了，常常见于什么？长骨干骨折，什么？股骨干骨折。好，切口裂开，那么大家注意啊，你们还没考了过这个职业医师，考了很多次，为什么？就是一般表现为咳嗽之后突然大量的内容物，肠内容物什么流出，一旦看到这大量内容物流出并且与腹压增加有关的这种动作的，那么这种病人，那么你就要想到这个是切口裂开，尤其是腹部切口裂开啊，对老年病人比较多啊。老年病人为什么？腹肌不发达，肌肉不发达，然后长得也比较慢。你比如说你跟他常规的这种啊，是的，腹部切口啊，一个星期拆线，等到一个星期之后你跟他拆了线，突然一咳嗽怎么样？腹压一增加他就开了啊，开了之后怎么样？要再次手术，再到用到手术室里去打他们很好的麻醉，这个下再跟他再次缝合。所以这个时候病人就会有意见，因此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在临床当医生一定要注意啊，书上虽然叫你一个星期拆线，一般的老年人年龄比较大的能不能拆啊？不能拆，
特别是农村病人，他回去要干重体力活的，特别是营养不好的，这老年人，特别是 COPD 的，他又要咳嗽，负压增加的，其不能拆，就要他推迟两三天，甚至四五天拆，长不到里面的，你要他回去，他出院正常出院可以。所以我记得那是个华中师范大学的就是这个华中师范大学一个退休的老教授，很大年龄的啊，七十几岁的，将近八十岁，就是个普通的手术，一个胆道探查的一个手术，然后一个星期，我就让他出院。他说：“你给我个现拆的车院。”我说：“你这么大的年龄，长又长得慢。”是的，年轻人可以拆。我说：“你这大年纪不能拆，就到你医务室去拆。你大学里面有校医务院的医务室吗？去拆。”不，我一定要让你拆。我说：“你拆了之后，一咳嗽他会开的。”那个老头一定要拆。他说：“老伴也要拆。”我说你要拆，跟你可以啊。我说：“原则上啊，一个星期底底可以拆。”教科书上有个拆，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年龄大，我不敢跟你拆。我说你要拆，签字。开了不来找我啊！我说开了之后再次做手术，你不来找我，好了。他两口子都在那个单子上面签了字，签了字，真的不找了我。最后就回去，回去这两口子又比较节约，他打个公共汽车回去。刚刚他在校门口，那个校门口都是电子一条街，怎么人又不往人来人往的？然后那个公共汽车一脚刹车，怎么样？他刚刚撞到那个前面那个椅背上面，公共汽车嘣开了没有？啊，开了，开了之后怎么？他搞的什么？把那一脱下来的衣服，然后搞到一大堆，那个衣服把那个肠子掉出来的肠子搞到一堆，然后就开着那个公共汽车。我告诉你，幺二零都没来得及叫，就那个公共汽车给那些群人赶下去了。然后就我们这个病人那送到医院来，一来我说怎么样？叫你不要拆吧，是的呀，该听你的，不应该拆呀。第二个啊，不该节约的，应该打个的士。就这样，华晨这是他说的吗？我说你就是华晨这事，我说你自己要说的吗？没什么说的，我说不要紧啊，活是活得过来的，但是你还要受之累，再去做这手术，再给他缝起来。最后我就跟他开玩笑，再拆不拆？不拆了，你给我长扎实了之后我才拆啊。简单问我的，我说简单问我的至少半个月拆，像你最少得二十天之后才拆。所以大家什么这种切口裂开很多很多啊，切口一裂开，那么假如说老百姓比较厉害，病人比较厉害，肠子都出来了，肯定跟裂开。假如肠子没出来，就是水分出来了，怎么样？考题一般都是考你这种东西。那么就是氮或是大量液体流出来，一般都是负压增加的，这个咳嗽啊什么这个流出来，这就切口裂开，处理没什么好处理的，再次手术。好，切口感染没什么说的啊，切口感染之后，大家都知道切口这个地方红肿热主痛，那么这个时候把红线拆开这个呢，放引流，尿储留没什么说的，尿储留就是假如时间比较长，那么常常是尿路感染的病因啊，这个很少考大家，因为简单。好了，我们再来看考的你的时候啊，有些题目啊虽然不超纲，但是啊并不简单，你比如这种题目你到书上开卷考试它都没有的，你看你这自己分析，你看直肠癌根治术后第一天病人突然寒战高热39度，那么可能原因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术后第一天，那么他伤口感染来不来得及啊？肯定来不及，都是三五天之后才可以感染嘛，肯定不可能是 A。单比肺炎、腹腔感染，说第一天会不会发生呢？没有这么快就发生嘛，至少都三天之后嘛。所以哪个？只有输液反应啊，输液反应。那么突然可以的是吧？很高的温度，那么就是你的输中也可以发生，所以答案是 D。像这种东西，大家比较灵活掌握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3年这个试题，这是一个职业医的试题啊，大家看看啊，一个女病人74岁，新冠根治术后第7天，咳嗽后腹正中切口中间有多量的淡红色液体流出来，那么什么情况？多量啊，假如少量给这个换一个字，那么你都打什么？打切口感染。多量呢？切口裂开啊。所以大家注意了，假如这切口感染一定是少量的脓液、淡红色的渗液、脓液都可以，那么是多量，一定是切口裂开，答案是 C。当然肠管出来了，肯定切口裂开，是不是？那就比较典型了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外科病人的营养治疗或代谢啊。第一个，大家知道正常人健康下的物质代谢啊，这截止目前为止没考过大家啊，职业医师喜欢考，西医中我没有考过这个这一节的正常代谢这个物质代谢的内容啊。正常物质代谢就三大物质代谢，第一个是糖，大家都知道。占所有供应能量的55%到65%，这是人类最主要的功能物质。第二个功能物质就是脂肪，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唐中间还有什么，除了葡萄糖之外还有什么？糖圆，糖圆主要是应激用的，你比如我们干糖圆，那么应激用的鸡汤圆，鸡肉应激用的啊。这种糖圆的储存量一般比较少啊，一般都是供给能量只有900大卡，900大卡一般就是我们半天就用完了，就是一天的二分之一，半天就用完了。为什么？我们人的不吃不喝，一个人需要的热卡大约是1500大卡到1800，那么这样基本上就半天就用完了。也就是你不吃不喝，你干汤圆、鸡汤圆怎么样？半天你消耗完了，消耗完了你再要消耗，自己消耗什么呢？消耗脂肪去了。好，蛋白质大家注意啊，体内的蛋白质一般不用于功能，功能不是它的主要成分，主要参与什么？生物体的各种蛋白质成分的组成，不是功能的主要成分，功能主要成分主要是什么？糖和脂肪。第二三个是脂肪，脂肪大家注意了，体质是最大的储存产物，量约15公斤，最大的15公斤，什么意思？你问女同胞，我刚才讲了吗？她不吃不喝，有没有人饿死啊？不容易，为什么？体质比我们男同志大多了嘛。你看那个北极熊，那个体质多丰富啊，是吧？大概3个月4个月冬天的什么不吃不喝都在冬眠啊，所以他的体质就丰富。女同胞越长得胖的也好处啊，所以说他饿几餐根本上没事，所以你不要怕啊。假如到哪个地方去游玩，跟他男朋友去游玩，来两个都迷路了，我告诉你，他深山老林找不到吃的，我告诉你，死的都是精瘦精瘦的男人，那个胖胖的女人，我告诉你都被救出去了，都是这样。因为它的体质多嘛。好，我们再来看啊，能量代谢。能量代谢第一，大家知道它的基础能量代谢的公式 HP 公式、计算公式。这个计算公式不需要大家掌握啊，为什么？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因为什么？临床上不会有哪个去计算这个公式的，为什么？开医嘱啊，或者复习啊，都没有哪个去计算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只是你能研究用，就是你读生、研究生呢，在搞营养知识，你说一定要算一算，可以用这个公式算一算就行啊。第二个，那么我们要大家理解的概念就是什么？静息能量消耗，就是用仪器测的静息能量消耗。一般在你实际的这种静息能量消耗，一般在你的基础能量消耗 B 这个值的基础上乘以90%，乘以0.9，就等于这个静息能量消耗值啊。一般是这样一种情况啊。静息能量消耗一般来说很少考到过，但是它一般考你基础能量消耗，基础能量消耗这个公式很少考。那么考就考它的简易计算公式，下面这个值也就是八板教材给它改的很难的啊！大家注意，这个数据总量改来改去，又经常考。就比如95年就考个这个东西，大家你看卧床没有发热、没有异常能量消耗的这种成年男性病人，那么每天的基础热卡需要量是多少？那么它给的答案是25到30个大卡。为什么这样给？原来的数据7万以前的叫是1到600，就是25到30个大卡。7万教材就把它给它改了，改了多少？改了25。现在8万教材又改了，改了什么？20到25。大家看一个趋势怎么样？越来越下降了。为什么？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胖子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就要给这个基础热量需要量什么降低，不然的话，大家都知道吗？营养过剩，都长得越来越好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随着这个年代的增长，就基础需要量就越来越小。好，现在8万教材改得更难了，你看。BMI 体重指数小于30，假如你是不是非常胖，不是大胖子，那么就20到25个大卡。假如大于等于30，就是超级胖。那么这种体重一般都是什么？75公斤啊，80公斤这种大胖子，什么？在你算出来这个基础能量需要的基础上，再乘以0.7，乘以0.8，也就是我们正常热卡需要的70%、80%，要消耗去消耗你什么本身的这个体脂的消耗，就起这个作用。所以这现在就越改越难。我不知道他今年考试，假设他要考，你答什么啊？原来经常考这个数据啊，临床上我们也经常用这个值。好了，我们在一个创伤的状态下，机体能量代谢。你比如说创伤的重状态下，那么这种病人常常有什么东西？交感神经兴奋，应激嘛。交感神经兴奋，大家都知道，在应激的时候会什么？胰岛素怎么样？胰岛素肯定分泌少的，胰岛素分泌少，糖才会去，葡萄糖才会有增高的趋势。葡萄糖一增高的趋势怎么样啊？能量代谢才会应激的能量代谢才会增加嘛。所以跟葡萄糖啊升高血糖这种趋势的这些激素都是分泌增加的，包括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及高血糖素、主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些都是在应激状态都是增加的，能量需求也是增加的。为什么？
分解代谢，在创伤的时候能量代谢肯定要增加，但是大家注意能量代谢率降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能量代谢增加，但是你那能量代谢的时候对糖的利用率下降，什么意思？就是平时我们供给能量的是 55%、65% 都是由葡萄糖供给，加这个应激的状态下、创伤的状态下，你还能不能供给这多葡萄糖啊？不能，为什么？它的利用率降低，你再跟它供给，它就生产高血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高血糖、尿糖。因此在创伤应急里边手术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要葡萄糖量相对应什么减低，葡萄糖量要减低，那么我的总能量也不能变，那么供给什么？用给脂肪。所以大家在临床上看医嘱的时候，用双重能源供应系统，一个是葡萄糖，一个是什么？脂肪。所以在应急状态下，特别是开刀的时候、创伤的时候，你这时候葡萄糖量就相对的减低，然后脂肪入剂的量怎么样？相对的升高，就是因为它这个对糖的利用率降低。好了，大家再继续看啊，静息能量消耗量，在折息手术病人，在我们这种静息能量消耗的基础上加上多少啊？10%，也就是你三出来是假如1500，那么你这时候要加上10%，那变成了什么？1650，就这个意思。第二个，创伤感染增加20%-30%，大面积烧伤增加50%-100%。我们啊。西中国考试只考了一个折息手术10%这个数据。去年啊，那个职业医师考试又考了个什么感染，那么增加20%-30%。我记得了去年一个题目就这样考的，一个胃癌的病人折息手术，然后引流管中间又出来大量的肠内异物，问你他的什么进行能量需要量是我们平时 REE 的多少倍？多少倍？大家看看应该多少倍？120%-100%140%，是不是？为什么折叠手术加个10%，然后创感染的时候加个20%-30%，是不是？就是130%-140%了，是不是？所以像这种题，它就考你这两个数据。大面积烧伤，截至目前为止，无论职业医师考试还是你们考试都没考到过。所以希望大家什么，万一考到这个东西，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这一三年就考虑这个数据，大家看，男50岁，这个病人体重是60公斤，心外跟着术后的需要量是多少？首先我们看正常人假如没有开刀需要多少，没有开刀我刚才说了，按照现在的新版的答案下就是25个千卡，每公斤体重乘以60公斤大约是1500，然后这个病人胃癌根治术是折叠手术加上10%就变成多少？1650，答案为 B。 所以你假如不小心就打到 A 去了，那么你就给这个答案做错了啊。所以折叠手术这我们研究生考过一次啊，今年假如加上一个感染或者创伤，大家什么千万千万万要注意啊，再在它的基础上加上20%-30%。好了，我们再来看营养状态的评价。营养状态的评价第一个啊就是体重了。体重啊，大家注意了，我们就是实际体重跟我们病前的体重比较，这是最有意义的。但是一般的人知不知道他的病前体重啊？他不知道，特别是你们当然女同志啊，特别是城里面的女同志小姐长得蛮漂亮的，那她知道啊，她对她的体重很关心。你看我们那位护士小姐每天带她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在那个体重秤上面哎称一称，哎完了，我又长了半斤了，又多了半斤。哎呀，在那撒娇啊，我说你这哪里长了半斤呢？你刚才这是毛重，鞋子穿重了半斤，是不是？或者你早晨吃稀饭都吃了半斤，就这个意思。所以女人对她的体重她非常敏感啊，但是病前体重啊什么是个体重，她是吧娓娓道来都知道。男人你问我，你多少体重啊？不知道了，估计去年称还有什么140斤，今年多少不知道了，他都不知道啊。男人城里面的男人也不知道，那农村的人我告诉你，不管男人女人他都不知道。你问他这是个多少斤啊？就这斤啊，对，150斤。然后你说你病之前多少重啊？不知道了。说农村人我告诉你，不管男人女人他从来不关心他自己体重，一生他也要去到死到上医院之前从来没关心过体重，没称过他的体重，他不关心他的体重的，他只关心谁的体重？猪的体重。我告诉你，他讲他家里养了个猪，我告诉你，那你问他，他跟你娓娓道来，2月23号抓回来的，买回来的时候什么20斤，到了3月份涨了35斤，4月份涨了多少？涨5月份涨了，我告诉你，那他可以跟你讲半天，讲他猪的体重。所以他猪的体重他非常关心，他自己体重不会关心呢。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这种体重跟病前体重比较最有意义，但是有很多病人又不知道他病前体重，那么怎么办？跟理想体重比，跟理想体重比那就有差距了。你说假如你平时就是个大胖子180斤，这是个突然变成了什么170斤，还是个大胖子，对你来说你营养不良了，为什么体重下降了？但是对我来说呢，你还是个大胖子，营养过剩。所以跟他病前体重比较有意义，跟理想体重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理想体重，那么这一个计算公式，对身高减去105或者是100公斤，那么男性就减去100，但是女性大概是减去男性减去105，女性减去什么100公斤，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理想体重啊。还有一种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啊，就是体重指数。什么意思？就是身高啊，这是公斤除以身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身高大家注意啊，要换不是厘米，要换成米。那么这就是我们说你这种体重指数在临床用的表示叫 BMI。 所以 BMI 这个数据大家在什么时候经常用啊？在糖尿病那个降糖药的应用过程中是不是经常考到这个数据啊？是不是？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个理想体重或 BMI 这个数字啊，大家可以记一记啊。实际这种跟理想体重的比值，大家说正常的时候是90%到111%。所以今年啊，去年职业医师考试专门考了这个东西，他说确定这个病人有营养不良，那么他的实际体重比理想体重的比例最少跟正常比例体积比较要少多少？少多少？少10%。他就考你这个数据，我说他变态啊，考的你说简单吗？你不注意还达不到了。为什么？轻度营养不良是80%到80%啊，90%，中度是70%到80%，小于70%呢，那么是重度营养不良。假如以体重指数来计算，大家看看啊，以体重指数计算啊，我们正常值是18到28，两个八，18到28，大于28肥胖，小于18那是营养不良啊。这就是我们大致的值啊。当然，我们这是内科学的这个值，外科学也有微调，就把这个什么啊，轻度营养不良17到18改成了18.5。啊，我们的28到30改成了27.5，所以这就内科学跟外科学啊唯一的一个差别就在这儿啊，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啊。好了，刚才我们讲营养状态的评价，第一个是讲体重，第二个讲三角肌皮质厚度。三角肌皮质厚度怎么做啊？在临床上它是一个夹子，就跟我们那个夹书那个夹子一样，这一夹夹了之后，它这上面有个壳头，你这一夹啊，三角肌这个地方就皮质厚度，看着皮质的厚度，看你的体质储备的情况。男性正常值是8.3毫米，女性有很多同学说何老师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写错了啊？是8.3，怎么相差这么大？我再告诉你，没错啊，教材上面也没错，我也没错，是吗？女人充分的说明女人的皮厚，是不是？比我们正常男人要厚1倍多，所以这不是错啊，是女人的体脂储备多，所以说她就厚。这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女人之所以有女人味，就是区别在这些地方。所以很多女性啊，现在就是喜欢减肥，怎么样？减肥减的跟我们那个什么陈鲁豫一样的，鲁豫有约，我的天哪，看到恐怖，那就是501嘛，那什么减肥啊？是不是一点点的女人味全部减走了？是不是？所以女人考虑问题跟男人是不一样的，站在女人的角度，她是越瘦越好，越瘦越好；站在男人的角度呢？哎，越胖越有女人味，说唐朝就以胖为美，所以是满城尽带仿金甲，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就是那个味道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三角肌，三角肌皮质厚度就是 TSF 这个正常值啊，正常值从来没考过大家，但是大家考过它的临床意义，包括体质储备。第二个是上臂周径测量，那个远值啊，是这个上臂周径一圈，那么测定了什么？三角肌的厚度，产生的肌肉的储备情况。好，第三个是握力实验，什么意思？就跟我们拿力器一样，拿多少？男性正常的握力大约是在35公斤，女性大约是23公斤，所以主要反映你肌肉的储备情况。内脏蛋白质情况，这没什么说的了，就是看你的嘛。我们肝功能里面查的有什么？白蛋白，就查这个东西。当然，白蛋白的半衰期比较长啊，20天。那么你要用反映短期内的这种什么半衰期呢？那就是什么清蛋白、前清蛋白、转体蛋白这种半衰期稍微什么短一点。所以注意用于评估内脏蛋白质合成，你比如说肝功能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些合成蛋白质就会什么降低，
好，淋巴消化吸收跟咱免疫功能有关的，小于小于 1.5 乘以19次方，提示营养不良。那么淋巴细胞，由于淋巴细胞降低，所以这种病人常常有免疫功能不良。好，还有一个单平衡实验，单平衡实验就是摄入的单量减去排出的单量。假如是正数正单平衡，假如负数负单平衡，正单平衡往往用于合成代谢，负单平衡往往是分解代谢，所以大手术之后你处于分解代谢，往往这样计算出来是负单平衡。但是啊，很麻烦，一个病人计算了很半天，你假如不搞营养学研究，就不要掌握，就不要什么了解这个东西了啊，这个正常值，你们24小时单摄入量减去24小时尿中的尿蛋摄入量乘以尿中尿素蛋的比值，这样就是从尿蛋中排出的蛋量，然后加上两到三个，两到三个是什么意思？从皮肤排出汗液中排出蛋，以及大便中排出蛋量，这个常数大约两到三克，这样去减出来啊，是个正数正单平衡，是个负数负单平衡，很麻烦，所以不奉劝大家做啊，除非你是搞营养学研究。啊，假如大家注意啊，还有个这几位同学报专业报这个营养学研究的，我不奉劝大家报啊，我告诉你，我那时候都来研究出来，那时候。因为营养知识没人搞吧，三四年之前哪个搞这个东西呢？没人搞，那是我说没人搞，我就搞这个中医，这不是人家元老吗？我告诉你怎么样，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抖。假如有人想报这个什么营养知识的啊，不要抖这种研究生，抖了出来怎么样？抖出来没得工作。假如有工作，只有什么营养食堂你当伙夫，到厨师你去吗？不去，我告诉你。说对我打击很大的是吧，原来营养知识我还搞了将近两三年啊，搞了研究还研究得很深，申请了很多课题搞这个东西，最后还通过华瑞公司跟我们搞了一批仪器设备，将近170-180万，搞得我们割死，哎呀，搞得实验室准备了大干一场，最后我就开了之后彻底不搞了，那仪器设备当然是什么没开封都生锈，都扔掉了，最后院长还说我，你说浪费啊，这么多几百万的什么仪器设备就问你什么瞎干掉了，让回来。我说我不搞营养知识了，你要搞，你派人搞，我是不搞了，我绝对不搞了。为什么？开了是学术会，使我深受打击，我再不搞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开了个学术会，全国的营养学术会，最后见到我们的营养学会的那是个组长是，组长是协和医大的蒋忠明教授，一个副组长、副主委嘛，就是全国搞营养知识的二把手。他是什么？上海的某个医院，我不能说哪医院啊。某个医院的博导，我最后问他，我说我那时候还没有读博士吗？我说我去读你博士怎么样？来呀 ，come on， 来吧。我说你来哪个科室？我在营养食堂。啊，一听啊，哎呀，我的妈呀，那不是火狐厨师吗？我说我就是干到全国的主任委员又怎么样呢？还是去当厨师？我何必不去现在就去呢？是不是？所以说大失所望，回来之后我再也不搞这是什么营养知识了。然后你假如搞的这个营养知识，每一个科室都要这种营养知识，每一个科室营养不好的这个都要请你去会诊，然后你跟他搞，搞了之后什么天天忙得要命，有没有成就感？没成就感，好了都是别人的，你又是个什么像护士一样的拿着他跟别人去打针的，好玩搞这种事情。所以回来之后我坚决不干了，一直到我最后到现在也没干过这个东西啊。大家假如要搞营养知识啊，我奉劝大家不要搞了啊，搞了之后你就什么当高级厨师，很懂营养，就这个东西啊，你就是搞到全国的主任委员也仅此而已啊。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什么建议，大家搜索要找，假如我不搜索找，搞三十年营养知识，我估计我找不会当外科医生了，找什么到厨房里当厨师去了，那满足你们所有病人的营养都是这样。所以大家什么选专业一定要注意啊，不注意那就上了贼船，那下来那个对困难了。幸亏我滑雪早，搜索快，尽管当时啊遭到院长的前两环的将到我们主任的强烈批评，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啊拒绝了。然后我说那谁想去谁去，谁也不去，最后就人在那儿了啊。好了，我们再来看零二年这个试题，当然临床工作中评价外科病人营养知识的指标有，其中氮平衡实验、白蛋白测定、淋巴细胞接受 ABCD 权限，这个题啊送分题比较简单。好了，大家再来看到肠的营养、肠外营养呢，第一我们看肠外营养，肠外营养就是我们打吊针嘛，所以所有的病人假如说这个营养物质通过不通过肠内进行，是通过静脉吸收的，那么我们就叫什么肠外营养，假如完全都是胃肠的外吸收的，那么叫完全胃肠营养 TPN， 假如一部分由肠道吸收一部分由静脉吸收呢，假如 PPN 部分肠外营养。
好了，左边的这个病人，大家看看，经过手腕下静脉支管，支管进去的一个肠外营养；右边这个病人是从空肠喂养，喂养进去的，这个是叫做肠内营养。好了，我们每每讲到肠外营养，就不得不提到她啊，这个女人，这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进了吉尼斯世界大全啊，很出名啊，在营养学界提到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她经历吉尼斯世界大全，在1986年，就是31年之前的今天啊，二月份，她因为肠扭转把所有的小肠都坏死了，就把所有的小肠都切掉了。大家想一想，所有的小肠都切掉了，她还有吸收功能呢？没有了，没有这种吸收功能，大家想一想，她还会存活？不会存活就会死掉。但是这个人不仅没有死，而且到现在还活着。并且还在六年之后的1992年4月8日还生了个孩子，这是他的孩子啊。这是10岁的时候，他们获得吉尼斯世界大全的时候去照这个相，拿这个吉尼斯世界大全这个证书照这个相啊。这是他的老公，这个那个女的老公。好，这个女的老公叫做蔡汉，这个小孩啊叫做蔡伟，92年到现在嘛，已经26岁了，估计已经结婚成大姑娘了啊。所以他为什么呢？吉尼斯大全。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肠道，并且还能长期存活，并且还生个孩子的，叫无肠人。所以进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了，就这样。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个人能够活着啊，不是一般的经费能解决的。我跟他算了，每年每活一年至少得100万。我的天哪，大家注意了，100万还能做得到还行啊。假如有点意外还做不到，为什么呢？每天的营养知识你不吃不喝，这个营养知识我们现在有价格的，基本上就是1700到2000块钱。假如按2000块钱计算，一年光这个营养知识的费用，就是不要什么医药费都不算，只是个本身这个药物的钱，都将近什么70几万。你还得管道的费用、护理的费用、住院的费用，还要去监测各种各指标的费用，绝对超过100万。当然，他作为一个工人啊。不可能，机电厂的嘛，设计院那个普通的职工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哪个来赞助的？华瑞公司，就是亚洲地区啊做营养制剂做的最大的中华瑞典一个合资企业，在什么，在无锡，那么来赞助他，每年他就活了这么多年就来赞助他。为什么赞助他？广告嘛，是不是？所以他每次开学术会议，华瑞公司就把他什么的母子俩，他在这主席台上面站，你看这就是我公司的产品。你不吃不喝啊，几十年都没问题。行，你看看他有信心没有？有。所以你看那个绝食的啊，那些在监狱里面绝食的，不吃啊，我要饿死的，饿不饿得死啊？饿不死。现在啊，营养知识已经很好了，不吃不喝，几十年都饿不死。不仅饿不死，你还会生个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些是我们说的营养制剂的啊，肠外营养制剂的什么重大发展，近30几年来重大发展。那么他有什么吃祖传秘方使他不死？就是因为这个三生丹啊，这每天的，大家的晚上啊，在这床上，那么他就家庭内的肠内营养知识，他的每天的老公啊，就护理他，跟他配这些东西，配了之后就跟他打上去，所以他的老公对他造就的无微不至。所以这种老公只有在男人界可以体现到。反过来，我总在想，假如这个男人跟那个女人一样，也是个无常人，要女的来照料他，怎么样？这个呢，女的早跑了，跟个大款跑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老公真是个好老公啊！假如像这种老公，我是个女人，我也要嫁给他。我告诉你，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能活这么30几年不死，而且还生个孩子？她就是每天有三生丹里面营养知识。那么这个营养知识里面就是我们处方，是呀，这个处方。那么什么东西祖传秘方在这里面呢？大家看看呢，什么处方在这祖传秘方在里面？那我们就是每天开医嘱，医生假如跟他开医嘱，就要跟他算一算。第一，我们首先要算能量，能量的基础需要量，我刚才跟他说了，假如以70公斤的人，我们给他举个例子，70公斤的人以25个大卡那计算，大多少啊？相当于1750个大卡。1750个大卡由什么来供给？刚才说了，双重能源供给，一个是葡萄糖，一个是什么脂肪乳酸。我假如按照1:1来供给，50%由葡萄糖供给，50%由脂肪乳酸来供给，那么算葡萄糖的量。我们大家学个生物化，一颗葡萄糖产生多少大卡的能量？4000卡。那么假如一半由它产生呢，也就是我按照1800个大卡的，900个大卡由葡萄糖产生，900个大卡由脂肪乳酸来产生，那么900个大卡由葡萄糖产生，大约相当于225克葡萄糖。什么意思？你开一注四个就怎么看？10%的葡萄糖，2250毫升，是不是？好，还有部分第二部分能量，一半由脂肪乳酸来供给，
置换乳剂就是为什么它是乳白色，就是因为置换乳剂。置换乳剂是250毫升一瓶，250毫升20%的啊，250毫升它供给的能量是多少啊？大约是500个大卡。那么900个大卡一般要几瓶？两瓶嘛，两瓶就是1000嘛，你的贺老师多了100个大卡，掏出来，掏出来，病人你拿不拿刀来杀了你？100多块钱一小瓶，你还跟他倒一半出来，他不杀了你？我告诉你，多了就多了嘛，就跟你吃饭一样嘛，今天好吃多吃点嘛，算什么呢？是不是？就两瓶嘛，所以20%的置换乳剂银川利佩妥，2小瓶，500毫升。好了，能量供给了，能量供给了，还要什么氮源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质了，蛋白质有氨基酸呢，你要供能供氨基酸呢，不用供氨基酸，那人体的蛋白质不分解了吗？处于分解代谢吗？所以，那么要算的氮量。氮量需要多少？我们一个人不吃不喝，一个成人大约是14克氮，那么大约相当于7%的氨基酸，大约是1500毫升。什么意思？7%的氨基酸1500毫升，也是250毫升，相当于6瓶。那么它真正的排的需要氮供给的氮量是14.2，那你为什么跟14这么接近？因为厂家在造的时候就按照你这个技术需要去造的，不要你一声散，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记录出来没有？所以这个病人啊，这医嘱怎么看？10%的葡萄糖225毫升啊，2250毫升，20%的脂肪乳剂500毫升，7%的氨基酸，不管什么品牌的氨基酸，1500个大卡。大家看一下，超过了4000毫升没有？超过了，超过了。你说我不想要这么多液体，怎么办？把葡萄糖的浓度高一点嘛，加点高升葡萄糖，只要是225克不执行，那么是不是就 OK 了？你说假如这个病人血糖有点高呢，加点胰岛素吗？不行了，你可以一路就这么开吗？灵活的灵活采用。好，3大物质搞定了，也就是跟我们吃饭的这个主菜已经有了，然后再加点什么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们这边山西人喜欢吃老陈醋，加点陈醋就这样啊。你擦维生素的加点维生素，擦脂溶维生素的加点脂溶维生素，擦水溶维生素加点水溶维生素，擦点电解质的加适量电解质，擦微量元素加适量微量元素就完了。这就是他的啊一个营养处方的配置，就每天啊开一周这么开。当然了，很多同学说贺老师我没有每天计算呢，我开一周就这样开的。为什么？你用多了还要开什么呢？你像我们现在当了30年医生，开了5手1周，我还开什么呢？看那个块头比较大的，叫同学，同学今天搞了跟他搞3500，昨天有点丢失，来今天跟他搞4000，看的是周五零星的一个女同吗？今天跟他干2800啊，3000行了。为什么？你的收在心目中已经用了 N 多年，用了几十年，你跟他的这个块头一看，都知道他要多少能量了，你就不要每天计算了。所以大家是抽血的，就每天根据这个计算而来啊。好了，我们再来看输出途径。假如这个营养处方已经出来了，输出途径怎么样？从周围静脉打吊针，就是我们平常说打吊针，那么2周之内，假如你输液的时间在2周之内，那就是从周围静脉打吊针，就是普通的这种叫做外周静脉。假如2周以上，你估计他的输液时间在2周以上，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是重症胰腺炎，你说进食时间只在1个月以上，那么我肯定要进行什么肠外营养，那么用什么中央静脉？中央静脉就大静脉，哪些静脉？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啊，原来7万以前的教材就是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这两个就完了。现在88年的加了一个，加了什么 PICC， 头静脉的桂腰静脉的头静脉、桂腰静脉啊，这种 PICC 就是护士打的啊。然后一个 PICC 的胆管，整个桂腰静脉、头静脉这么打进去，打进去一直打到哪儿呢？一直是原来这个什么静脉插到哪儿去？插到右心房中间去。所以这种啊，你比较流行，这十几年来 PICC 基本上在全国的地区以上医院啊都实行了，这个技术啊，就 PICC 导管。为什么荒置在这儿？它虽然第一次打一次要1000多块钱，但是你每天少打吊针，第一病人减少痛苦，第二个你用一个月，那么它这个费用还是回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比较流行了啊 ，PICC 这种经过头静脉、桂腰静脉打进去的，正因为这样，8版教材就把这个东西 PICC 啊写到教材中间去了，所以大家就注意了啊，这是八万家的新加的。好了，我们再来看肠外营养的适应症，这是考试重点，考了很多次。什么意思？要你完全记住这些例子，记不住的。什么意思？我大家主动保持个原则啊，所有的病人当医生的时候保持个原则，利用每一寸可以利用的肠道。什么意思？只要是肠道是好的，尽量什么肠内营养，
肠道假如完全没吸收功能，用肠外营养。哪些病人需要肠外营养？七万加的跟八万加的也不一样啊。八万加的就是个总的概念，一周以上不能够进食进食，或者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那么肠外营养。第二个，肠内营养没有达到机体营养需要要求的，就这两句话，一个总的。完了，这八万加的、七万加的举出来一个月的病名，考试之后一般都是举出一个月病名，要你一个月去判断，并且这病名不一定是你书上有的这些病名。大家就一个个去分析，大家看15年这个典型的事例，大家看全胃肠外营养的事情，只有答案 A， 胆肠中和症。胆肠中和症由于小肠比较短，能不能吸收完全呢？不能吸收完全，所以要进七品质量完全胃肠外营养。胆比结肠外漏，结肠是不是在吸收功能？没有。所以说小肠外漏啊，大家注意需要七品质量。结肠外漏呢不需要，因为它没有吸收功能，不影响它的吸收。好，答案 C， 重症胰腺炎。我们跟大家说过，重症胰腺炎，那么进食时间至少要多长时间？一个月以上，一个月不吃不喝，那么你需要进行七品质量。所以答案是 AC。 胆底的甲亢术后饮水呛咳，对吧？甲亢术后饮水呛咳，我们在甲亢的时候要跟大家甲亢的手术治疗的时候要跟大家讲的，这是大家常见并发症。那么是喉上是你喉内之损伤，一般怎么应激几天就过去了，所以不需要进行 TPN 治疗，所以答案就没有 D。 所以像这种东西大家理解理解之后，什么按照这种适应症去自己推导啊。好了，我们再看肠外营养的变化症。肠外营养的整个变化症包括四大类。第一大类一跟导管有关的，包括感染性变化症、非感染性变化症。第二大类代谢变化症。第三大类脏器损伤的，主要是肠道损伤、肝脏损伤。代谢变化症主要是骨钙丢失导致高钙血症。好，这四个四大类啊，我们一个个跟大家讲。第一，跟导管有关的变化症，我们大家都知道，进行气瓶治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进行什么？中央静脉支管、锁骨下静脉支管。那么它有这些什么变化症跟操作有关的？最常见的变化症是什么？是气胸。我们大家反反复复说过，锁骨下静脉支管，锁骨的中点的下方1到2公分是什么？是肺尖。稍微不注意，怎么样？穿刺的时候就会导致气胸，给肺尖损伤了，导致气胸。很多做这种中央静脉支管的时候，早期有些医生没有经验啊，基本上每个医院肠外营养的时候，早期都会发生这种气胸的变化症。但是我做了很多，也没有过发生，因为我非常注意，非常注意啊，这种东西最常见的变化症，这种气胸，有些人是吧，搞了个左边的一个气胸，来换一边，这边不行了，又到这边又一个气胸，到了晚上这两个什么呼吸困难，两个进去这。进去之后是吧，一边按个胸腔背式引流，病人家属唠都不过开交，扯了1-2个月，这都是发生在身边的这些故事啊。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你要是没有那个水平，你就请别人来穿一下，又不丢人，你这个水平就这个样子，你就不要什么又想自己过瘾，又想要穿，穿了之后，本来这种 PICC 的病人大家知道，你全胃肠外炎的病人病情重不重？重。你来跟别人搞这两个气胸，你想一想，你回头想想，这个病人假如是你的爸是你的妈，你跟不跟扯皮也会吗？所以不要说病人爱扯皮，他有一点原因的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空气栓塞。空气栓塞是最严重的变化症啊，大家注意，不是最常见的，为什么它最严重的变化症？它会死人的，死亡率还比较高，30%以上。所以他问你最常见的变化症，你打气胸；最严重的变化症你打什么？空气栓塞。其他的血管神经损伤啊，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为什么从来没考过？导管的脱出、折断、堵塞，这也从来没考过。所以考的最多的一个是气胸，一个是什么？空气栓塞。感染性并发症啊，这感染并发症大家注意了啊，你们很少考啊。这个职业医师导师经常考这东西。第一，中央导管相关跟导管的感染，导管性脓窦症。为什么？因为导管是个异物嘛，放在他的心脏、右心房上面。长期放在这里，几个月放在这儿，你想一想，它感不感染？当然会感染。感染这个有什么症状？脓窦血症的症状。那么怎么治疗？大家想一想，这个书上没有，这些一直考过很多次，怎么治疗？把这个导管一拔，拔了用抗生素，是不是？想都想得到吧，是不是？好了，假如外周静脉，那么就是血栓性静脉炎。你说打吊针打多了，老百姓都打，我这几个血管都被你打烂了，什么打烂了？血栓静脉炎嘛。说这个比较简单啊，所以从来也没考过大家。好，第二个就是代谢性变化症。第一，营养物质你给它供给多了，全胃肠的外营养嘛，所有的营养物质都是医生供给的，你计算的这个错误或者没有经验，你给它算多了，糖供给多了高血糖，脂肪供给多了高脂血症，
假如供给少了呢，低血糖脂肪酸缺乏，微量元素忘记了加，有微量元素缺乏，所以这跟你的医生啊，计算的有误有关系，跟你临床医生的经验有关系。还有一个是不定的，就是紊乱，既可高又可低。你比如氨基酸代谢紊乱，水电解质平衡代谢紊乱，还有一个在位氧综合症啊，在位氧综合症这个书上是800年的新提出来的观念，700以前的教材没有在位氧综合症。什么叫在位氧综合症？他是提了这个东西，没解释它的意义啊。什么叫在位氧综合症？是指长期饥饿的这种病人，假如给予他的在位氧，你比如饥饿了很长时间一个月，那么突然就给他在位氧，那么发生了一句代谢紊乱有关的遗嘱表现，那么都叫在位氧综合症，包括水电解质紊乱，包括糖耐量下降，包括微量元素维生素缺乏，都叫做在位氧综合症。这就在位氧综合症啊，因为大家都不是搞专门搞营养代谢的，所以说看着这种东西书上又没有，那么就很难理解啊。第三个是脏器损伤，脏器损伤导致经常考，考了经常考的这脏器损伤是两个，一个是肝脏损伤，一个是肠道损伤。第一个肝脏损伤，你的长期 TB 用症的病人，你比如说今天肠胃营养，明天肠胃营养，搞了几个月，这种病人往往就会导致肝脏的病变。这种肝脏病变大家注意了，是什么病变？肝脏置换病性，肝脏的置换病性。为什么置换病性？往往是你那个能量供给多了，能量供给越多，那么肝脏就会合成脂肪储存，脂肪储存多了，那就是肝脏置换病性，胆汁淤积。所以大家注意，造成肝脏损害最主要原因是什么？能量供给太多了。那么它的主要病变是肝脏置换病性，这个东西经常考，因为这是八版教材的观念啊，跟七版教材不一样，七版教材跟八版教材这个地方改动很大，希望大家注意。你看2014年考的是七版教材，所以那个时候跟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大家看，长期肠胃营养的时候，发生胆汁淤积、肝功能损害的原因有，包括 ABCD 这四项都打进去，所以现在只有一项了，能量供给过高。原来还有什么体内谷氨酸大量消耗了，肠道什么除了去缺乏刺激了，葡萄糖超负荷了，原来很多这种东西七百年的教材啊，八百年的给它全部干掉了。所以就八百年的跟这七百年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做逆龄真题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的啊差别。第二个是肠道损伤，当然呢你全部营养物质从静脉里面吸收，营养物质没有经过肠道供给，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肠道的这种是什么免疫功能还存不存在？不存在就越来越差了，如用进会退嘛。你肠道功能运用的少了，那么绒毛就会萎缩，通透性就会增加，肠道细菌就会移位，导致肠源性感染，这就是我们肠道的损害。所以啊，肠道的损害、肝脏损害在长期胃肠外营养的时候经常发生，那就经常考大家。好了，我们再来看代谢性骨病。代谢性骨病没什么说的了，这个从来没考过啊。这是也是八万家的新加级的东西，也就是长期胃肠外营养的时候，骨钙丢失，骨钙一丢失导致高钙血症，血清碱性磷酸酶啊增高。由于没考过，大家了解一下啊。好，我们在第三个知识点跟大家讲过的就是肠道营养，肠道营养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们所有的这种食物经过胃肠的吸收的，那么就叫做肠道营养，也就称为什么 EN， 全部都是胃肠的吸收的。你比如我们正常人，你我就是完全都是胃肠的营养，那么就是 TEN。假如一部分肠的营养，一部分是打吊针来吸收的能量，我们叫什么 PEN。 所以你看我6点钟要准时下课，下课大家去干什么？搞肠的营养嘛。这就是你天天在干你还不明白，那我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所有胃肠的功能正常的病人的首选治疗方法。为什么？复合生理嘛，我们正常人就是这肠的营养的嘛，所以是营养知识首选治疗方法。当然有不同的样品啊，大家注意了，这都是不同的样品。有钱的就用这种商品制剂，没钱的怎么样？就用什么奶粉咯，再没钱的就用我们豆浆了。你说豆浆都没钱，那行，去搞十几块钱搞个排骨，再搞几斤萝卜一熬熬汤，你吃萝卜，他吃喝汤。所以有了10块钱可以过一个星期。有可能农村病人是这样啊，真正没有钱那怎么办呢？就要他去熬这些东西。完了，我说你再没有钱，你到那个食堂里面去啊，跟别人说说好话，没打完的这些汤你再搞点回来。完了，就这样啊。有钱人们当然去吃这种东西呢，肠道营养的是吧。第一个应用的啊，第一应用的临床的就是氨素，对，第一个氨素。第二个是
就是这天天做光个的，这纽翠兰，纽翠兰能全素，就是我们什么那个叶亮，天天他做广告的，现在怎么这个广告也拆下来了啊？好了，现在就是搞了各种各样的什么瑞高瑞带啊，哎，名称我都叫不出来了啊！你知道统计知道有几百种，反正不同的原因都可以，不同的这种东西都可以。为什么肠的营养嘛？只要有营养的东西，你还不可以啊？你毕业之后你说考没考上研究生，去取个他叫瑞高，你叫瑞带，你再搞个瑞银，为什么搞点白茶汤一加，这个就是瑞银，专门补充维生素的。啊，不是 OK 可以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反正不能，有钱的啊就用这些商品自己，没钱的就自己到家里熬点汤就完了。好了，肠的营养的途径第一个是鼻饲，这个鼻饲在哪儿用的比较多？在神经内科用的比较多。你比如说肠脑溢血的病人，你比如说脑血管意外的病人，但是他胃肠功能好的就是分泌，这种病人怎么样？插个胃管直接打进去鼻饲。啊，在外科病人用的比较多就是空肠喂养，为什么？你打开肚子总要进去的。那么你考虑这个病人进食时间比较长，直接按个空肠喂养管怎么样？回来就进行空肠喂养，所以这个也比较多啊。好了，我们再来看肠的营养制剂。肠的营养制剂这是八半斤的新加进的东西，它把它分为四类：第一类非要素型，第二类要素型，走健型，疾病专用型。什么叫非要素型？就是普通人啊，利用最广泛的就是我们说的吃的这种东西，然后把它做成商品制剂，这就是我们非要素型，口感也比较好。病人由于耐受，所以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广泛，但主要是用于胃肠道都比较好的这种病人，那么叫非要素型。什么叫要素型？病人的胃肠道功能部分受损，但是又没有完全受损，你给他喂进去又给吸收一点，行，我就利用你这种功能。你比如说胆肠综合症、胰腺炎的病人，那怎么样呢？就要素型。但是要素型大家注意，这种食物的这种口感啊就比较差，他病人叫他吃他总不想吃，为什么？没食欲，为什么呢？他是你差什么我补给你什么，是这种。所以病人就吃，他告诉你啊吃了多少多少，其实都是参考消息。一般为什么他搞了一千毫升，最多吃进去200毫升，还有什么到了人了，因为口感不好他就不想吃啊，这要食欲。还有一种主见型呢，你差什么我就做什么，那给你单独补的，这叫什么主见型。还有疾病专用型，就是专病专用，每个病人跟每个病人不一样。你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我搞这种糖尿病饮食；你比如说肿瘤的病人，我就给他什么去大氨酸、去结氨酸、这必需氨基酸的，我那个去除了之后什么，抑制你肿瘤细胞的生长。但是病人营养知识又不受影响的，这是什么疾病专用型？疾病专用型这是目前啊研究这个热点。美国会日本人在这方面研究啊，走在世界前列，他总在什么搞这种东西。目的就是赚你的钱嘛！我总认为中国那么多厂家，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个开始乏力啊？搞这种研究呢？估计是研究营养知识的人太少了啊！像我们一样的研究，一听说营养知识，一搞成本质是吧？逃命了，再也不研究这些东西了啊！好了，我们再来看这肠的营养知识的适应症，记住一句话就行了：利用每一寸可以利用的肠道，什么意思？这样的胃肠功能好的，首选什么？肠的营养，完了就这样。然后大家讲适应症的，你就跟他几个答案箱自己推导一下就出来了啊，都是这样。好了，我们再来看病患症。病患症总共也包括这四大块啊。第一个是机械病患症，第一个胃肠的病患症、代谢病患症或感染病患症。大家注意，八版以前的教材只有一种，腹胀、腹泻，就这个病患症。现在八版教材啊，把它加进了变成了四个方面。所以七版以前的教材那是个就是个腹胀、腹泻，跟什么有关？跟什么？浓度。肠的营养的浓度过高有关，跟肠的营养的低速过快有关，那是个很好答。现在啊，已经考到肠的营养的这种病患症考了很多了。不过你们八版教材出来的这五年都没考过大家，西医中还没考过大家。这一次考了很多次，这一次考了3-4年，都考什么？都是考这个吸入性会炎。他就问你，肠的营养最严重的病患症是什么？吸入性会炎，误吸嘛。然后为了预防这种吸入会炎，那么采取重要的措施是什么？你说有没有？没有吧？我告诉你啊，答案像是什么？吃了这个半靠位，跟孩子一样的，婴儿一样的，吃了这个半靠位，为什么？不误吸，那么就不会发生吸入性会炎。所以我估计他要考你就考你这个东西，其他的几个啊没有考你。好，什么机械性硬化症？包括鼻咽部的食管损伤，包括代谢性硬化症，什么水电解质平衡紊乱，这截至目前为止，无论这些医师你们都没考到过啊。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啊不受重点，因为很少考，但是职业医师倒是经常考，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外科感染。外科感染，大家第一个要明白的是感染外科感染的一些概念。第一，什么叫外科感染？那么是需要外科治疗的感染叫外科感染，常常是多种细菌的混合感染，并且局部症状很明显，也是红肿热痛并症状很明显，大多为器质性病变，常常伴有组织的坏死，所以需要外科开刀，这就叫外科感染。但是大家注意，不是所有的外科感染都需要开刀。为什么？你比如说结缔组织蜂窝结缔组织炎怎么样，我输用抗生素就给他治好的，还要什么开刀呢？不需要开刀。第二个，大家知道假如一种感染或一种病菌是异对应关系，那么特异性感染，不是异对应关系可以特异性感染。你比如说我们气性歪曲只有气性哑巴杆菌引起，破伤风只有破伤风梭菌引起，这种异对应关系我跟大家叫上特异性感染。反之，你比如脓肿既可以有大肠杆菌感染引起，也可以有什么金盆菌感染引起，那就是什么非特异性感染。好，大家注意了，什么叫条件性感染？条件感染也叫积分性感染，什么意思？平时啊，这个细菌不引起我们感染，但是当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引起感染，这叫什么积分性感染。你比如说我们表皮葡萄球菌，我们皮肤表面啊到处都有这种什么感染的表皮葡萄球菌，但是它不引起感染，这叫什么？叫一旦发生将你抵抗力降低，这个一旦发生感染就叫什么积分性感染。第二种是二重感染，就是你原来啊这个地方有感染，感染之后大量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你比如头孢菌素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真菌感染，这就叫什么二重感染。说二重感染跟条件感染是不一样的啊。好了，什么叫急性亚急性慢性感染？看它的病程，病程小于三周的急性感染，三周到两个月的亚急性，那么大于两个月的慢性感染。考过一次啊，这个题目考过一次，考的就是这个病程，这三周到两个月这个数据啊。